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杨墨水，我们又要来玩荒野乱斗咯。那经过了这个杨墨水这一阵子的努力呢，我现在终于到560杯，然后我发现了一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，那就是这一只的，它叫啥？科尔特。那我们现在我应该会做一个科尔特的专辑啦，那可能分享一下他的风格啦，跟我怎么样爬他的啦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科尔特的对战记录吧。科尔特技巧就是你要跟着，我发现是你要跟着，你只要知道你要跟着对方的角色一起走就好了。他如果往左边，你就要往左边；他如果往右边，你也要往右边，这样你才射得到他。快！好，不理他。会延迟啊！全打中，看到没有？秀啊！啊！全中，全中，全中 ！Slow。千万别急，千万别急，慢慢来。哦，可怕！赢了，爽爽的，轻松赚，轻松赚。哎呀，全中！又全中是吧？爽，爽爽的，爽爽的，轻轻打，先吃一个再说。打一下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哎，不错。他到底在干嘛？就是这个操作，别给他客气。听到声音好可怕啊。啊，他要来了。这应该是没人的吧。哇，强好多呀！哇，转转转转转，这个转，哇，这一场没第一名，对不起父母啊！
其实是应该要藏起来的。右下角一个美人儿。糟糕，我要跑了。闯墙，闯 I mean 爽。哇，他可能去喝咖啡了。好的，那基本上呢，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影片能让大家认识到科尔特这个角色，非常的好玩。他是远距离的，那重点就是小心草丛，然后如果你可以预判对手要去哪个位置的话，你先射他前面可能一点点的距离，然后跟着他走，这个是最有保障的这个射击的方式。好的，那就谢谢这一集大家收看的杨墨水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